因为你这个它没有全烂掉，这个。这个痣是怎么个痣吧？就是上药。对，上药，不是坏的给你去掉，重新长新的。而且你的脚气也要全治好的，你的脚气如果治好了以后，你这个脚会很光滑，会很干净的。你这个早上起来大概得多长时间？几个月吧，因为枝芽长得比较慢。你像你这个，我得来这儿治呗，还是？嗯，来这儿治也不用经常过来，偶尔来一次，偶尔过来修修就行了。剩下的都，完大部分你在家里自己擦药就行了。慢慢有了灰指甲以后啊，就有了甲沟炎了，这个脚就有点疼了，因为这指甲变形了。哦，是因为变形了。看你的指甲，就是会在家里面，你自己的鞋一定要分开，鞋袜子什么的一定要分开。嗯，这种传染还是厉害的东西，尤其是免疫力低的人特别容易传染。传染了以后，免疫力低的人才不好治。你那个续脚视频啊，有可能啥也看不见，因为太。倒根儿的，嗯，倒根儿的，像倒根儿啊？我说，到边上，不是这个倒根儿，边上都出来了。嗯，我感觉没什么东西。根儿不要动，没事就不要动。好，里边不多哈。嗯，里边轻。轻哈，嗯，这边也轻。提前修还是好哈。有，这个地方上次发炎了，是不是？好多脏东西，是不是？这边扎的挺深，这边扎的，嗯。真完美，一点没破。嗯，我不接就这样哈。对，就好整哈。你只要你不自己修啊，你来我给你修。你看你都做人一点感觉没有，你知道是不是？因为他没有严重。